好，第九题，还要借这么多钱，所以这个是我的 P。然后接着呢，他用五年，所以我的 T 是五。然后 money installment 是320。So 他问他的 interest 是多少？所以我要知道我的 total amount 是320乘以5年，每年有12个月，所以我的320乘5乘12，我拿到的答案会是19200。所以我借了这么多钱，所以在这一边呢，我的 interest 呢会是等于19200减16000，所以它其实是3200是它的利息，利息是 PRT 嘛，所以它就是 I 等于 PRT 嘛 ，I 等于 PRT， 所以我的16000乘以 R 再乘以 TT 是5年，等于3200，所以我的 R 等于3200除以16000乘5 ，OK， 所以我的32除160。再除5拿到的是 0.04 其实就是4%，解决。